好，我是赵一凡。今天我们一同学习中路突破的技巧。介绍的这盘棋是1995年第七届亚洲象棋名手邀请赛，台湾双核少帅陈国兴和中国拼命三郎于右华的精彩对局。请大家现在帮我按订阅，让影片能够给更多人观看到，谢谢。双方是以顺炮横车对直车开局，这里轮红方陈国兴老师选择进车过河，黑方于右华特大飞起了边象，想要用这个象位车呢来保护马，但是啊这样的阵型呢会比较不灵活，所以呢这里可以考虑高车暗保马比较含蓄，将来有机会推炮，调整阵型。这个下法呢在实战呢效果也还不错。好，那我们回到实战。黑方飞起了边象，红方呢就起巡河炮。这样的话呢两只马呢至少应该会打得到一只，然后呢顺势开出左车。此时如果黑方想说我就平车过来，保护自己的马，然后顺便呢攻击红方的马。那么呢红方呢他是可以抢先发难。先打马，那黑方呢肯定会逼一手，因为他一次呢打两只，所以黑方呢肯定会逼一手。这里呢就有这个我们一般爱好者呢值得学习的手段，就是红方呢有一个弃兵抢先，这样子下的话，黑方如果默默的逃开，就是把这个尾区呢给吞了的话呢，这样红方呢就白白赚了一些。但是呢如果黑方啊不信邪，还要把这个兵给吃了，那红方啊又趁势跳马打车，那又再赚了一些，那这样子下的话呢黑方基本上是不太行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盘面来，那黑方呢他这个车呢平过来就不适合，所以实在黑方啊就挺起了这个卒，不给炮打。那炮呢红炮呢就摆到中间来，调转一下进攻的方向。这样下呢是为了要拉住黑方的中路，而且呢针对黑方这个边象啊开始展开这个一波攻击。那黑方实战呢跳马出来，红方就炮吃炮把这个象呢给拉上来，那红方呢再出车抓炮，又是一个先手。那于特大呢这里就选择平炮，这样一下以后呢，红方还有这个继续的先手可以使用，就是啊针对这个黑方的布置线，看起来比较薄弱，就可以出手，所以国兴老师呢就进车抓炮。那这个炮啊不好跑啊，因为一跑了以后呢就要吃中象了，那所以呢于特大只能象位车来保护炮。那此时红方接下来的手段是什么呢？一样针对黑方这个中象无根，两象飞散，那红方呢就可以展开直接的攻击，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冲中兵开始，直冲。那于特大呢上士是为了要让将来给这个炮啊留有后路，否则这个中路啊也不好抵挡。那在这边国兴老师呢续冲中兵，走的呢非常的强硬，因为这样一冲了以后呢黑方的车跟马被切断了，所以这个棋呢黑方实战呢也只能马吃兵，比较妥当。如果用卒吃自然不行，车就吃马了。那如果用这个车吃兵的话呢，红方啊顺马一跳，准备要炮打车，这边要马吃马，那黑方啊如果被逼的一车换双也是大吃亏，所以这个棋呢黑方实战呢也只能马吃兵，而且呢准备要拔中炮，那么国兴老师呢自然是不会给他拔中炮的，所以呢就拿这个车卡住这个马，限制他的活动。走到这边来，红方啊依旧这个跟黑方的卒啊两个在碰撞当中，而且呢这个中象啊也有潜在的受威胁。实战呢于右华特大是选择吃中兵，就落入了下风。那这个棋呢黑方啊还有反抗的机会，就是啊冲三卒，把这个卒啊冲过来参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这个卒啊他将来会有一些战术手段，第二个呢就腾一个位置呢将来有机会让这个象啊跟中象做连结，这样子的话呢防御能力呢会比较强一些。如果红方直接吃，那黑方呢就把这个中兵给拱了，那这个中象呢也不怕你打，因为打完了以后呢其他棋子上不来，那黑方这个卒一过了以后呢跟车马都会有取得一些联系，
哦，这样下的话呢，红方并没有什么把握哦，没有什么便宜哦，所以说这个棋哦，黑方呢可以冲中卒哦，那红方啊，如果不拱掉这个黑方的中卒啊，如果说是要盘马起来哦，那我黑方呢就把你这个中兵啊吃掉，以绝后患哦，那红方呢利用这个黑方的卒冲过来了以后呢，拐了马脚，那红方呢可能会往这边一奔哦，但是啊，这样子下呢看起来要吃下跟吃炮。哦，那黑方呢怎么应对呢？哦，还好，哦，黑方啊这边还有一个平卒的好棋，哦，来切断红方车马的联系，哦，抢了一些，哦，那以下呢红方啊也只能先吃马再说，哦，因为如果吃卒的话呢，黑方打个象再吃马都 OK 的，哦，所以红方啊就把这个马吃了，哦，那这一吃以后呢，黑方就把这个车给抽了，哦，等于说逼迫红方，哦，这个一车换双，哦，那黑方呢就把这个车吃了，哦，那红方呢虽然是可以吃到这个东西，好，那黑方啊这个防守一下，哦，防止红方的这个卧槽马，哦，这样子一下的话呢，哦，红方破了这个一个象，哦，看起来呢占有一定的攻势，哦，但是啊黑方是两个卒呢将要联手，哦，同时呢他又是多车方，哦，两个车杀一个车，所以这个棋啊很乱，哦，还不好说，也就是说啊黑方啊是可以对抗的，哦，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实战，哦，因为黑方啊他本来应该要冲三卒参战，哦，但是他没有冲，而是呢用车是把这个兵呢给吃了，好，这样下呢让这个车是有负担，好，因为这个中路啊就少了一层，那红马呢顺势一跳，好，打车抢到了一些，那你这个黑车要躲开，好，结果红马呢一上到这边来的时候，好，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盘面，等于说呢它这个，好，往进四进六，好，等等的路线啊是有一定对黑方啊控制住的，好，就是说黑方啊是受制于人，好，因为这个黑卒啊待会就不能冲，好，因为待会有这个跳六的路线，这个车啊也不好跑啊，一跑呢它可能还有一个进四的路线，哦，所以啊这个红马一跳了以后呢，就把黑方的这个其他棋子啊给控制住了，好，哦，那这个时候换红方，哦，红方实战呢走得很老练，哦，就是先走一个五四，哦，这是一手后中先的棋，哦，就是先安内再攘外，哦，不急于出手，哦，因为就像刚刚讲的红马一跳了以后呢，黑方啊暂时没有什么好棋可以动，所以啊红方啊红方也不急着吃下啊，食指不急吃啊，因为如果说吃下啊，那黑方啊恰巧有一个抢先啊退马咬车，啊，那红方平车抓马啊，那黑方啊顺势就炮打一下啊，还喊到将军啊，所以说啊红方刚刚没有补士就有这个问题啊，那红方补了士以后黑方再考虑冲卒啊，这样下呢就算是红方优好了啊，也是呢对这个局面的掌控啊不是特别有把握哦，所以说呢高手啊通常都会下这个控制节奏的一个棋，哦，所以轮到这边的时候呢，国兴老师呢他是先补个士，哦，我待会要吃象呢是我的权利，哦，但是呢先让这个黑方不好发动反击，哦，此时，哦，于特大呢找不到一个良好的防守计划，所以呢他就选择冲卒，哦，冲卒希望将来有机会冲过来，哦，但是呢红方这边啊就已经有这个机会了，哦，该如何动手呢，哦，大家可以一起找一下，哦，针对黑方中路薄弱，哦，红方该如何运子实战，哦，国兴老师呢就让这个马这个扭腰施展轻功，哦，恰巧呢就从这个细缝中钻出去，哦，马五进山一跳，哦，这样子一跳了以后呢把后面的炮亮出来了，哦，准备要吃这个象，哦，这个象呢被轰这个也是不好防守，哦，但是啊你这个象呢也不好跑，哦，因为如果跑了以后红方这个马呢往前一奔，啊，这边要跳卧槽马，这边要跳挂角马，啊，那黑方基本上就崩溃了，啊，所以说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啊，这个于特大也只能眼睁睁的看到这个黑方的象啊就被轰走了，啊，只能呢把这个车平到生命线来，啊，先保护自己的老将，啊，那红方呢当仁不让，先把这个中象轰了，啊，占据了中线，啊，那黑方啊出王，好，出王之后呢红方这边啊还有一个妙手，哦，由此呢来确立自己的优势，哦，因为现在乍看之下这个破了象但是少兵，哦，但是红方啊是怎么样把这个局势啊给清理干净的，哦，实战呢国兴老师呢就走一个弃马，哦，吃兵，哦，那吃了这个卒以后呢这个棋黑方的防线啊就薄弱了，哦，因为黑方啊他敢吃马吗，哦，如果他吃马让开了自己的生命线，那红方啊迎头一将，好，那黑方呢只能上士，好，那这个士呢有给这个黑炮打，
保住、哦、所以红方呢就把这个马呢给吃了、哦、拆了这个炮架、哦、这样下呢黑方就基本崩溃、哦、如果黑方、啊、还要把这个炮吃了、哦、红方呢就直接入局、哦、我们常讲的这个缺四怕双车、哦、那这边呢红方在攻杀的过程呢可以选择怎么样摆架、哦、那把这个将呢摆在下面以后呢红方、啊、再把这个炮一吃、哦、这个车锁喉、哦、形成了绝杀无解、哦、那这样子下呢黑方、啊、立刻就崩盘、哦、所以走到这边来的时候黑方啊是根本不能吃马的、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生命线、哦、所以黑方实战呢是退马、哦、想说必要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垫将、哦、退马了以后呢就准备就是考虑要吃这个红马了、哦、所以红马呢就顺势一跳、哦、切断炮跟马的连线、哦、那黑方呢就退马、哦、退马呢来抓炮、哦、实战呢这个棋红方啊也可以考虑 退炮、哦、那实战呢国金老师呢是下的、一个很简明的一个手法、哦、就是呢强迫交换、啊、一跳了以后呢抓车抓马、啊、所以黑方、啊、没有办法、啊、只能把这个红马呢给吃了、啊、那红方呢再把它吃掉、啊、那黑方这个棋因为呢这个红方的道路都很畅通黑方不好守、啊、所以只好这个过卒、啊、希望呢看能不能这个制造一些反击、啊、那红方再进车卒令线、啊、那黑方、啊、他准备要吃卒啦、啊、那黑方呢就只能、啊、跳个拐角马保护自己的卒好，那红方啊再把这个车给让开。好，那这个棋呢，红方啊这个炮随时有机会拉，往后一拉，哦，重新组织攻势。好，那黑方啊如果现在一扣他的话呢，红方啊这个车还可以闪击，好，让这个马呢去抓这个车。好，那这个棋啊还不成熟，哦，所以黑方啊还没办法直接抓炮，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壮士断网，啊，平卒。好，平卒呢看红方怎么样表态。好、哦，红方啊，如果很强硬的啊、哦、吃象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形成对攻。好、哦，但是呢，国兴老师他没有这个降下，啊、哦，他选择比较简明的，就直接把你的卒给收了。好、哦，那黑方呢、啊、得以扣中炮。好、哦，但是呢，这个国兴老师呢，沉卒在胸，这个地方红方怎么解呢？啊、哦，他就是直接跳过来当炮架，啊、哦，要炮要打车，啊、哦，这个是硬打车。好、哦，这样了一下呢，可能于特大看了吓一跳，啊、哦，不好办。好、啊、因为啊他可能是觉得说如果我把这个车平开啊红方啊说不定会把这个炮拔了啊拔了以后黑方啊如果一吃红方马跳一将刚刚好就那么巧的这个黑将啊就被杀死了啊但是啊其实这个棋啊还是应该要走这手忍耐一下啊因为红方啊如果车吃炮的话呢黑方他是可以马吃马的啊这样子形成大交换的话呢对黑方来说还是比较顽强的啊那实战呢可能这个于特大一来是没看到二来啊想说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呢他就直接把这个马呢给吃了、哦、吃了以后呢是拿这个黑马当根、哦、那红方、啊、看起来是吊子就红方啊平炮一将、哦、藉由一个将呢把这个马呢给挡了、哦、那黑方啊只能一吃、哦、那红方啊就把这个车抽了等于是强迫黑方一车换双、哦、那这个一车换双呢双方虽然双方的子力看起来是均衡的、哦、可是呢红方啊已经破了一个象、哦、另外一个象呢随时有机会吃到而且呢还有三个这个对头兵卒、啊、只要吃到一两个呢黑方都很难守和、啊、所以黑方啊这个残局啊基本上对高手来说也是很难逃的、啊、那黑方实战退士抓车红方平车牵马黑方平炮亮车红方国兴老师为残局做准备、啊、就退车保护自己的兵、啊、那黑方炮打一将考验一下这个国兴老师呢很干脆直接退士放一个空头炮给这个于特大、啊、艺高人胆大、啊、反正呢这个空头炮呢不成气候、啊、那黑方爬车准备要抽、啊、那红方、啊、就并车、啊、并车之后呢准备要强吃马、啊、逼着黑方动手、啊、那黑方呢只能车将红方上士黑方车将红方上下黑方吃车红方吃车形成了交换、啊、进入到残局、啊、如同刚刚所分析的哦、如果说没有这三个对头兵的话哪怕是黑方没有马、哦、这个炮双士呢都足以守和、哦、问题是、啊、一车十指寒、哦、黑方、啊、根本没办法清掉这个对头兵卒、哦、哪怕是红方多了一个兵都有取胜的可能何况还那么多只、哦、那实战呢黑方平炮调整阵型红方把兵临线开放、哦、那黑方退下红方平帅牵马、哦、这是一招好棋、哦、强迫黑方只能回炮一将、哦、那红方呢在平车、啊、控制住黑马的出路、啊、进入到残局就是要限制对方的活动、啊、那实战黑方进炮
意图明显，就是不希望红方啊 GK 这个进入主林线把卒给吃光。但是啊，在这边国兴老师呢，在残局呢也出了一个妙手，值得大家学习。就是呢，弃兵强行这个开放黑方的竹林线，黑方如果竹吃的话呢，我就这样一抓，待会呢就把你至少两个兵给吃了，所以呢，这个于特大一看颇为头痛，也是呢没有办法的，所以实战，他也不敢吃竹开放这个兵临线，他选择的是，平王躲进去，那红方啊得理不饶人，进车抓马，松动这一块，那黑方呢跳马以后，红方啊顺势兵呢就把这个卒给吃了，那黑方退炮，国兴老师老练的必帅，避开对方的先手，那黑方跳马，红方拱兵，黑方跳卧槽，红方车牵炮，我们说这个零杀五级啊，可不要顺手一个车二平四变成一个助攻，黑方呢卧槽马一将，仰天朝下，就是逆转胜，自然是不行，所以呢国兴老师进车，进车牵炮，那黑方卧槽一将，红方出帅，黑方退马，想要这个马后炮偷杀，那红方呢就冲兵，如果你马后炮的话呢，我还可以垫兵的，不怕，那黑方进卒，红方撑起羊角式，不怕马来攻，那黑方退马，红方再平帅，黑方退马，准备要防红方的这个靠兵抓跑，那黑方呢就退马，保护着，那实战呢红方把象梁扬起来，这个将军脱跑，接下来呢就会有这个 G2 退二硬抓马的这个先手，而且呢还有一个 G2 平一，所以呢这个于特大看大势已去，就只好含笑认负，